来，说放牛就放牛。我跟老牛唱，这首一定是阿公阿嬷年代的歌。三月，现在几月啊？现在十一月。十一月，没有关系，我还是唱回三月好了。三月里。小小的变啊，爱小小的变，哎，愈小愈好。七口八，七口八，七口八，桃花好，心花儿白，谁先花儿开？有志千那逍遥牡丹却一开，放呀一嘚一哟嘿。叫我吗？我人也卖真好，要安尼大声，唔臭气啦，较细声会使袂？牛同个话，安尼就好。较细声，较细声，啊，拍摄哈，我知道你这个内力十足，重气十足。对，刚刚喝了一杯，哇，这个哇，韩国人参。啊，真的哈 ，OK 哈，那不要这么大声啊，喝人参不代表大声啊。牛同个，牛同个。听无啦，听无吗？无啦，唱好一点。牧童歌，哎，你火来啦！我这里出镜了啦，我要吃好酒到哪儿去呀？慢呀，一嘚一哟嘿嘿嘿嘿。牧童歌，我开眼道，我尊声。哥哥也不在家里，这个不是戏凤，这个是小放牛，唱错了，唱错了，不是哥哥不在家，今天不卖酒。哦，对呀、啊，还讲你头脑很好，哎，回来，用手一指就难指。前知我后知，我看报纸，你拿卫生纸、啊、哪有纸这么多地方，用手一指南指北指咔、哦、还你拿报纸、哦、又在报纸，没有啦，因为要做到十点嘛，拖一点就是时间。拖到不时间，你别叫。哦，来来来，几个几块，几个几块。用手一指就南指北指，前指西指，我上指下指，我出中指。中指。没有，这个是食指。中指是别问嘞。我要有中指。中指不可以拿出来。好，收回去。宗旨收回去。哇，你这人生的宗旨啊，嗯，做人要有宗旨。前面的高坡有几户人家，杨柳树上挂着一个大招牌。那里招牌。女客人，你过来。来啦。我这里。来啦。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，来呀一嘚儿一呀嘿。杏花村啊，杏花村是什
么村呢、啊？请问牧童哥。荷兰村的隔壁叫做杏花村。杏花村，杏花村的隔壁叫荔波村。我要喝酒，你要帮我指引方向，好，好不好？嗯、好，我是吃酒，为什么叫吃酒呢？吃酒是吃跟喝不一样，嗯，吃是叫吃酒，拿一个碗这样，嗯，对，大口吃酒，大口吃酒，嗯，以前的人嘛，吃饭啊，粗犷哎，粗犷，啊，我要吃，嗯，我不给你吃。我要吃，我偏不给你吃。我不是要吃你啦，啊、不要！你这头老牛，谁要吃你？你都饱饱了，没有什么营养了，这样多人吃。哎呦，我全身都是维他命 C 耶、哎！不要啦，你那牛不懂有没有得那个牛菌、嗯？你要提高免疫力吗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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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要吃我维他命 C。你为什么是维他命 C？ 因为我每天都吞两粒。不是要吃你、嗯、我要吃。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，你带我快去吃。我没有驾车，怎么带你去吃？我偏偏就要吃。你要吃，好酒就在心怀。